我是刚刚六喝到那113年喽，10月10号，刚好排球28号，好险我听到，不然算再赌一半，是吧？再赌一球那一半哈，15:01所拍照是11月17号，花莲发射江北烟花树林的 AM81381 天的，在瑞芳站，瑞芳站，后面这边转是88。然后7月28刚好听到他在小心啊，那当然已经拍7月28了。抱歉啦，11月17，拜拜。哎呦，八三八九幺，全都小刚那些，再然后那些。